锦江是中国江西省最大的河流来的。锦江流过江西省省会南昌市的。夜游锦江是南昌市游客的必然行程来的。今晚我们就乘搭滕王阁游轮夜游锦江了。这里就是滕王阁了。滕王阁是在锦江的江边的。滕王阁配上灯饰很灿烂圆满。我们已经上了游轮了，在游轮上可以欣赏到壮丽的滕王阁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陆地303双子塔，红色的建筑物是科技馆来的。岸上的建筑物有灯光秀，这个是南昌之星摩天轮。我们的游轮驶过朝阳大桥，大桥有变幻的灯光，游轮行了半个钟头就翻转头了。再次驶过朝阳大桥，这里是南昌大桥来。我们的游轮驶过南昌大桥，
呢度系八一大桥嚟嘅。我哋完成咗夜游金刚嘅行程啦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